这个连麦是什么呀？这两百是速度，这是那个我们激光头的能量嘛，不用，这是 power 能量。然后这个嘛是，因为我们晒要靠这边晒的居中，这个水平居中靠下，所以这个是水平方向是居中的。这个居中，这个垂直向下。他买的是我们什么叫全师傅的机器？全师傅的机器吧，窑口的话大概是在，买多少啊？190度啊，这个的话偏移的数字就是我们那个窑口的距离，当190先算150，然后减去我们这个宽的这边的这个宽的厚度，我们呢假设它为50嘛，190减去50就是140，你的预设的就是140。还有一个要计算一下是我们这边的距离，因为正好晒在边上，所以我们就不用算这个距离了。如果是这里开始算的话，我们要把窑口往窑口还要往上再减掉点。它有十字线，我们直接晒十字线的话，正好挨边嘛，这个就当零。它这个是刚好挨边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们这就不变了。如果它不是挨边的话，我们还要根据它的那个非零的那个数值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数字要有加有减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个说明书上应该都有的吧？我们有说明书吗？有啊。那应该都有。这些大概都不用怎么变化了，就一个垂直方向变，这个居中，一个能量，如果它摆上的比较厚的话，能量就加强一点，300甚至350，速度减慢，150、100都可以。然后等一下确认就可以了。文件打进去，看，我就开始打了。开激光吗？那这个这里就是有问题，现在是在闪了，你那边拍过去，蹲下来一点就可以拍到。
好了。